人家想要三连嘛，现在就想要。像刘亦菲吗？有没有一点像？夏瑶哥哥，夏瑶哥哥，我的这个头发有点油，有点像被歹人欺负了，落水了，我感觉。我是灵儿呀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们在桃花岛结婚了，你还亲亲的我还亲亲了你，你忘了吗？你谁？灵儿呀，桃花岛的灵儿，我是女娲后人，我是你的灵儿妹妹。你不信，你看你的手掌心上还有我写的我的名字。想找个人放感情。哎，为什么卡呢？哎，我操，什么情况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摄像头怎么老是不灵啊？我像不像？像不像？有一点像你。我接下来这一个月都是这个装扮。啊、哦！灵儿把你吃掉！再见。哎，我这个相机今天为什么老是卡呢？我操！喂！你搞毛呀？哎，相机坏了！等一下，你好不对啊！我在刚刚画好灵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办？它不开了！谁来救救我？灵儿被关起来了！等一下，我想想办法。我又回来了，哥哥！吓死我了！还以为再也见不到逍遥哥哥了，像吗？像吗？一模一样。其实这电视剧就是我演的，只不过现在我来做主播了。厚颜无耻！哦，我妈有可多古装了，我要不找一件套一下？这个 T 恤实在是少了点味道。哎呦，我感觉穿不下你，这个兜不住啊！站起来。瘦下来呢？哎，既然都冻成这个样子了，要不我们去试一试仙剑的怀旧场吧。灵儿这才意识到，她太过沉醉于李逍遥的归来，却忘记了她的逍遥哥哥来到仙灵岛是有急事要办的。灵儿慌的赶紧把还没反应过来的李逍遥拉进了旁边的柜子里。你干嘛呀？剧情解说？哎，你是不是嫉妒的我长得像刘亦菲呀？解说解说都说的是解说，你瞎了吧？你是不是挑逗我？怎么了？我已经关了，你还在说我违规？怎么了？我违规什么了？我这长得像刘亦菲就违规了是吧？再也不要理你了。这超管不会是刘亦菲的粉丝吧？还要个灵儿版汉堡笑是吧？我笑不出来，我没有那味儿了。